我是打折，我就买了两双鞋。首先是买了一双靴子，它就长成这个样子，是这种裸色的靴子，然后前面都是系带的。因为我好像是没有裸色的靴子，可能也是以前买的，不记得了。然后这次就买了一个，它这个打折打挺狠的，四折，原价是没写，然后打完折应该是1000多，1000多不到2000那样，1800多就还挺值的。然后它的五金是用金色的，我觉得裸色配金色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它的跟儿呢也不太高，应该有个5厘米，我觉得还可以走路的那种。然后这双我还没有试，我今天现场给大家试一下，因为当时我逛的时候，那个它是只有一个三七了，三七不是我的码，然后后来就留了柜姐的微信，她跟我说38到了，跟我说，结果到了之后，我说那我第二天去看看，然后她说那就不一定有了，我说那我就先付了款吧，然后就付款，她就给我寄过来了，我等于我还没有试，我试一下。大家看得见吗？头一次看试靴子，这么给大家看，不行，我还是得给大家看一下腿。它穿起来呢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大家记得穿的时候呢，穿这种系带的靴子，一定要把前头那个带绑上，就是全部绑上。因为我今天时间问题，我就不给大家绑了。然后你绑得很紧呢，会显得那个脚踝还挺细的，还挺好看的。这双靴子穿起来。这双靴子呢，穿起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舒适感还不错，因为它这个跟儿不太高，